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李晶老师。前几天一个小伙伴私信我说，李晶老师如何用狗狗的毛发去做 3D 立体的蝴蝶呢？那今天李晶老师给大家揭晓如何用狗狗的真毛去做 3D 立体的蝴蝶造型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因为这只模特犬呢，它之前做过其他的造型，我们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造。好，那我们用 OPPO 小爪印的紫色，我们给它进行上色。我们把蝴蝶呢，这个翅膀给它分开，两边进行上胶。分胶的时候注意不要喷的太多。好，我们把蝴蝶的翅膀，我们用小弯剪给它雕刻出来。然后蝴蝶的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做一些绿色的叶子，让它色彩更丰富一些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梦幻的蝴蝶的创意造型呢，就修剪完了。喜欢的记得双击和评论哦，爱你们。